哦。难道说你他妈还在这转什么呢？你在这转啊、哦、完了，好恶心啊，飙了一下。收刀了呢。这样让他被偷了，二维亚打起来还真不好。啊！我操，对面怎么？对面怎么两个六啊？这不还少个疾跑？不能打成这样，看来大没好，可惜。小炮第一时间先死了。老大马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非要弄呗。내피부는생존으로필요한본능적으로完了，要被一打二了。我们还有个格温，好像还能。这怎么开呀、啊，兄弟？算了吧。我操！原神他妈疯了！这怎么开呀、啊？还要个锤子呢，来呗，弄了那就。都来了那就。黑羽魔刀，哎，这把是该出 AD 的，主要带重刃，没办法。不是，我没想到我们这把小炮起不来呀、啊。
不会真不会真是因为我他妈开局夸了一下原神吧？我的。原神留给你发育的时间不多了。再发育一会儿家就爆了。家暴了，集体冒烟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把我确实是该带致命节奏出AD后。